진짜. 谁胆子那么大，敢惹我们福二小姐不开心？我爹跟靖王，爹跟靖王到底怎么想的？怎么就能同意让姐姐去联姻呢？哎，大小姐心思缜密，我也觉得她前去联姻更合适。李怀瑾，你到底帮谁？我不过是实话实说，既然陛下已经选定人选，你就在家安心等消息。 相信你大小姐的智慧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可我武功，刺杀这种事，明明我去比较合适。好功夫，功法有什么用？又不让我去联姻，谁去还不一定。 姐姐，我看你化妆化了这么久，看都看累了，来，喝杯茶，润润喉咙。男配，你去看看外面婚车准备的怎么样了，我来给姐姐梳妆。 喝杯茶，润润喉咙。男配，你去看看外面婚车准备的怎么样了，我来给姐姐梳妆。 玉斩，你不是该在轿子里吗？爹，金盏在我杯中下药，将我迷晕，绊坐我进了轿子。胡闹！现在当务之急是立刻将金盏追回，他若被人发现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！怎么追呀？父亲，请马上下令张将军陪我一同去追赶混队，事关福家存亡，家里下人在这期间切记要禁言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赶快去，赶快去。 这四四方方的小车厢里面，太颠了。停！王谦，吩咐下去，原地休整片刻。是。大家原地休整片刻。小姐，车队休整，奴婢扶您下来。太好了，可以去放风了。 小姐，要奴婢陪您吗？
线索。福大小姐呢？小姐想自己走一走，这好像是小姐的声音。她去了哪边？那边。放心吧，你留在这儿。你们随我进去看看。是。是大小姐，哎呀，我们的牌呢？殿下，四周都有查探，不见那人踪影。看来此人不是一般的盗贼。他知道我们的计划，是京城之人。福大小姐，究竟发生什么事情？晋王，请即刻下令追捕舍妹金盏，顶替我进了花轿。方才被劫之人是他。如此说来，你们戏弄本王。此次联姻是陛下的旨意，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事态至此，绝非我所愿，这是一个意外。好一个意外！小女知罪，眼下舍妹被劫，联姻之事事关重大。我愿重回婚车，履行陛下之意。只能这样了。谢殿下。简大弼，在。你带五人寻找劫匪，解救福二小姐。末将领命。走。什么定州高手，人都劫错了。福小姐。